等下欠一包。来，啊，你新年恭喜哦，吼，祝你身体健康。新年恭喜哦，吼。新年恭喜啊！祝你身体健康。好啦，期待期待期待，肯定要甲伊升啦！期待。那大家祝福，祝福咱遮的大哥大姐，虽然恁拢啊拢啊个一个啊嘛，甲辛苦一丝仔，但是咱保持快乐的心情，保持好的心情，伊就会当身体健康，你讲对不对？对。啊，需要咱公所啊，到三人家，大家免记。电话卡来，啊，阮这个队长啊吼，苏美队长啊吼，这真加无性，啊，这真加无性，啊，所带这志工拢足加无的，拢足热心的啦，莫讲加无啦，拢足热心的，啊，所以恁若有啥物代志啊吼，无论是要创啥，啊，咱公所做会到，拢会甲大家三脚来做，甲大家三脚来做工课，安尼好唔好？啊，啊，谢谢你家。心情快乐，哦，啊，身体健康，哦，祝大家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这岁末的时阵啊，吼，啊，邀请咱中华的这些独居老人啊，吼，啊，做伙来围炉啊，吼，啊嘛，让因有这个过年的气氛，啊嘛，听讲会甲送一个红包，让因有过年的这个气氛。我想社会啊，吼。要有更多温馨的一面，啊，政府存在的价值是要照顾弱势者，啊，所以啊，中华市公所这几年来的建设，啊，比较偏向永续的建设，譬如说我们打造这个三条登山观光步道，我们打造这个啊铁道文化观光，啊，无外乎就是要创造永续啊的财务啊，就是讲。啊，有观光啊，才有税收啊，啊有税收，咱赚到税金的钱，才会当继续来照顾这些长辈。所以啊，中华市公所啊，谢贤市长会搁较认真，带领咱的团队来建设中华市，创造一个永续的发展吼，让搁较侪的观光客当来中华来观光啊，创造财富。啊，上重要当然是也是爱发展产业吼。啊，有产业才会有更永续的财务基础，才能够做好更多的啊这个社会福利的工作。啊，再次的在这里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家身体健康，拢会当平安哈、哦。感谢大家。今天吼、哦，咱中华市公所是咱家双户家办一个吼独居长者吼岁末围炉，哦，啊咱中华市对咱各位长辈哦足重视的哈。哦哦，咱包括咱整个市公所的哦福利哈，哦，咱七十岁以上哦，拢过年前拢发条6000块，啊，咱对咱彰化市的长辈哈，在独居长者哦，每年围炉哈，我们都会办个餐叙，啊，每一年我们也会邀请这些独居长者哦，办理一日游的一个旅游，啊，平常我们会请我们社会福利志工来关心。独居长者日常生活起居，哦，来问安，哦，啊，了解独居长者的生活状况，所以间隔，哦，咱是咱彰化市作为迄在长辈，拢受到照顾，啊，咱嘛希望讲，咱社会大家关心咱各位长辈，因为长辈是咱的社会甲国家的一宝，哦，因早期为国家贡献，啊，即卖吼。虽然讲吼，年岁较济啊，但是咱来继续来关心，啊，这是咱市长林世贤伊的政策，就是关心独居长者，让社会更和谐。